开的，哎，都给你拍就好了。请多开的，拜在第一点啦。好，我尽量，我尽量。不要放管，谢谢。好好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可以开始讲了吗？好，好，那首先今天这个。今天不好意思，大家劳师动众到人多了。那我今天跟大家说抱歉，今天这个不是一个记者会。那为什么会今天出来跟大家说明？是因为就我所知，在我休假期间，有很多记者朋友们辛苦在诊所前面守候。那为了要保护我们客户的隐私，所以我今天出来一次跟大家说清楚，然后让希望大家之后不用那么辛苦再到诊所前面等我这样子。这是第一点哦。然后第二点，关于我跟焦分居。以及一切的事情我已经说过，我不会再多做回应哦。那希望大家给我一点空间，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，我个人也非常难过。那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点空间，然后就我也尊重女方，所以以后对于这些事情我不会再做回应，这是我的第二点声明哦。第三点是针对网络一些不实的谣言，说我出轨约炮这些事情，如果涉及诽谤的，昨天在周一的时候，我的律师已经提出告诉了，诉状都已经送出去了，一定告到底，告到死。然后第二点是说我有新欢，怎么问任何的这些不实的报道，本人现在没有任何心情在谈任何的感情，我全心全意投入在我的工作上面，只要我的病人好我就好，我的诊所好我就好，我全心全意投入在我的诊所上面。那对于网络上的酸言酸语，我已经被酸了两三年了，我个人已经免疫了，我都尊重大家意思，但是只要涉及诽谤的事物一定告到底，不管花多少钱告死你。然后最后一点，希望大家再给我们一点空间，就是希望以后这件事情我这边就不多做回应了，就是以上是这样子。对，这个不回应，对对对，先这样子哦。对对对，不回应，谢谢大家。然后今天是汶川大地震12周年祭，我希望王者一役，逝者如斯，谢谢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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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。不回应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今天诊所客人比较多，以后啊，执行长会帮我带回答一些问题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本来是就回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。不休假的赖鸿国今天复工上班，那么他穿着西装笔挺，而且呢戴着口罩对外发表的言论，虽然11点多出现在诊所门口，不过对于婚变的事情挺低调的，他再三强调对于外界对他说的话他会告到底，尤其说他劈腿的部分他是绝对不会原谅。我们看见这是目前在现场最新的状况。